哇，这个石榴是长得越来越茂盛，从这样看的话，上面有点形成这个棒棒糖的感觉了。底下的枝条要不要把它给去掉去？去掉一些好了。这上面的芽也实在是太密了，给它去掉一些。像这里的话，我就留这一个，这个不要它，不要掉。哦，这个比较瘦弱的，不要。这样就梳的差不多了。我发现这个枝条它比较的瘦漏，而且比较的长，有点徒长的感觉。再给它们打一下底。OK， 这样就搞定了。为了让它长得更壮，现在再来给它施下肥，因为在上盆的时候没有加底肥，给它施一包这个促苗缓施长效肥。这样就可以了。